情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晚安啊！欢迎收看我们欧萨玛音乐沙龙。过去的几集呢，我都是用 alto、saxophone 跟 soprano 高音跟中音跟小喇叭啊，不管是户外、户内、室内也好。今天我要特别安排的是低音的次中音 saxophone tenor 啊。Tenor 在 saxophone 的角色里面非常吃重啊，那不管是西洋歌曲还是东洋歌、台语歌，更是很多的前奏、间奏都是用 Tenor saxophone。 就光是我在这几十年来我录的一个专辑，把歌手所唱的很多都是用这个乐器啊。我第一首歌我特别安排的是一首日本老歌，60年的历史了啊，无情之梦，無情之夢。如果大家知道的话，这个节奏应该是个伦巴节奏。我今天来看 Blue Jazz 中版那个 Swing 摇摆，我选择的是 G 调。那第一遍我会肯定用那个 Subtone， 就是气声啊，当然很重要，滑音啊，就是上滑音、下滑音那个诠释啊。那第二遍呢，会用一个喉音啊，会带一点 feeling 啊。根据它的旋律跟节奏和弦来诠释发挥，来安排这首《无情之梦》，無情之夢。Thank you.